我觉得今天的健力大哥哦，要战胜昨日的自己。哦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。对，因为其实运动的时候，你可能今天好，你跑50，然后明天跑100，慢慢开始加再加，就是都不停的在挑战。挑战自己。对，现在你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在家里面抱女儿之外，在外面还可以继续运动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可以，都可以把它做到最好。可以把它做到这样，可以啦，只要你可以坚持，得战胜昨日。没错。是。